老婆，快看，那是什么怪物？ 老婆，没事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先去看看。 老公，这可是保护动物，快点把它放了。没事，老婆，这是从隔壁老王的养鸡场里面跑出来的，走，回家我们把它炖了。要吃你自己吃，我可不敢吃。今天做一条人工养鸡的娃娃鱼，给它洗个冷水澡。今天只吃一半，另一半留着过年吃，改善宽大。 锅中，葱姜料酒进去，挤过上油，把料爆香，倒入鲑鱼，炒到金黄色，生抽，料酒，大蒜、小米辣，放料油，胡椒粉，老抽，香油蒜苗。哇，好香啊！老公，你的手艺怎么越来越好啦？老婆。 这你就不知道了，这些手艺都是我在小红书上学来的，上面什么样的菜品教程都有，零基础立马学会做菜。这么好啊，在哪里可以下载？点击左下角链接就可以下载小红书啦。那我也去下载一看看，我也要尝试一下学习小红书的做菜教程。煮过，盐、辣椒粉、葱花。老婆，菜做好了，过来吃吧。 嗯，它真香！老公，太好吃了，下次我学会做菜，我也做给你吃。哎呦我的妈！